你们觉得这四种保单里面哪一个是最容易申请的？疾病保单， 人寿是第二容易申请的，第三呢就是严重疾病、第四就是医疗保险了。保险的投保你被拒绝的主要原因会是什么呢？最主要呢就是 medical history 哦。好，第二呢就是可能有些人他是做比较 risky 的工作的，比如说 oil and gas 的，或者你有一些 hobby， 比如说 scuba diving 啊，这些你的 occupation 或你的 hobby 的话都会影响到你申请保险的。还有呢第三呢就是incorrect 或者 inadequate 的 information。 第四呢就是你的 financial underwriting， 保险呢是有钱也未必买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一定要你的健康，第二呢就是它要确保你申请的保单是符合你的财务需求的。我们申请了保单、agent 帮你 submit 你的保单保险过后，你会有五个 possible 的 outcome 的。最好最好的条件就是 standard acceptance， 所有保单里面的条款它都 as per normal 的 offer 给你。第二呢就是loading， 至少你多给钱你全部的东西都有的看的。第三呢它是属于 exclusion。 loading 呢是那种它可能它没有办法直接一个器官或者是一个地方跟你 exclude 的。第四个 outcome 就是保险公司 postpone 你。第五呢就是 decline 啊，你可能可以尝试买不同的保单型类，或者是申请不同的保险公司。那么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第一呢，我们是可以 understand 那个 reject the reason， 然后你要 seek for 一些 professional 的 advice。 你保险公司一定会跟你讲的，什么原因我 load 你，我 exclude 你，我什么 decline 你这样子，然后呢你就要去 address 它咯，那个 medical 的 concern。 然后呢explore 一些 alternative insurance option， 那可能你可以换不同的保单，然后当然你要尽量 provide accurate 跟 complete 的 information， 然后还有 consider policy 的 modification 咯。还有或者是真的是处理了自己的 medical condition， 那么你再去 reapply at a later date。 好，所以不同的保险公司有不同的承保的这个指南的，还有不同的 risk appetite，所以保险公司之间、如果审批的一些流程各有不同、并且不能保证是接受的。你以后的 claim、是跟你现在的申请的过程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最主要的三个原因就是你中的事情不是你保单 cover 的 scope， 它没有 fulfill 那个 definition。 第二个原因是一些 general exclusion。 第三最严重的最担心的就是 non-disclosure， 所以到时候保险公司怎么办？会暂时 cancel 掉你的整个保单，然后呢他再 reassess 你的 risk， 然后他会 impose 一些 condition， 如果是轻微的，如果是严重的我直接 stop 了、然后退回保费给你。当然我们的 recommendation 是什么呢？可能有一些 medical record 你忘记 disclose， 那么你现在再补回去，你要 disclose 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东西你就需要真的是有很专业的人在帮助你。 What should we do if my claim rejected？ 你可以 ask for professional 的 agent 的 assistant。 如果是250千以下的 claim， 如果你不 satisfied with 你的 claim，你可以去找这个 independent 的 party ombudsman for financial services。 那么或者是真的还是不行，你还可以去 submit 到去 bank 的 account。